进阶的究竭集顿法门。究竭集顿法门，一般我们都是在闭关的时候跟大家谈，传教班的时候才会传，所谓的念缘神。但是从我们上一期之后，正宗静坐班我们就开始传念缘神。因为我们念缘神它是就是一种命功的锻炼，也就是一般所谓的深呼吸。因为现在的可以说是我们的所谓疫情，我们一确诊之后，他的首先受到的伤害就是我们的肺部。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加强我们的心肺的功能，而对这个疫情可以说是怎么样有抵抗力，有免疫力。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谈究竭集顿法门。我们看这个究竭，集顿法门，究竭集顿法门，究竭，简单的讲就是说，在这个捷运的捷运或者是浩劫之中，我们同分怎么样可以自救救人。我们不可否认的，这个劫，这一次的疫情应该可以说是怎么样，个人认为应该是仅次于核战浩劫的这样的一个劫难。为什么？全人类怎么样都受到了波及了，都影响了全人类的，而不是一个地区的少数人的，不是的。而我们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是什么？就是这个疫情。大家想想看，将近三年了，我们所有的生活习惯怎么样，完全被这个疫情怎么样影响到了，这是不是？那这个劫，这个不能称为浩劫吗？但这个劫，但这样的一个状况，师尊很早就意会到了，所以说他传了我们这个法门，要我们好好的去念，就是万一碰到的时候就可以自救救人。没想到师尊正道二十几年马上就碰到了。
纠结就是在这个浩劫之中，我们如何自处、自救、救人。极顿，师尊告诉我们，万事莫如纠结起。什么东西都可以慢慢来，但是这个劫怎么样？不可以慢啊，要急。顿，忽然贯通，一步登天，死寂还虚。所以顿也可以是怎么样啊，立刻就能够完成的，就可以啊显现的啊。心法法门就是心法。好，我们来看上帝在创造人类，万姓万灵或人类在演变进化的过程中，已经预设了让人类自己去不断提升质变的条件与能力。否则人类对于外环境的侵袭或者是病毒完全处于弱势，这将会被加速淘汰。也就是说，我们人类，上帝在创造我们人类，我们自己人本身啊，人呢，在创造人的时候，人我们人呢，本身怎么样，他就可以在演变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怎么样，有预防外在的侵袭，不管是啊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有形的人也好，动物也好，其他的事情还好，无形的就像现在这样，这种病毒本来怎么样就已经预设好了。这否则怎么样，将会被加速的淘汰，这绝不是上帝所要的。也就是说，上帝创造这万姓万灵，决定是让这种万姓万灵也不断的、不断的怎么样生存下去，而不是让它怎么样很快的没了。因此，人类绝对有自救之道，即人体自身的自愈力与外在的锻炼。我们先谈自愈力。为什么会帮助我们抵抗疾病？自愈力机体的自然愈合能力，是指依靠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清除病原微生物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人本身就有一种自愈力，尤其对于什么小毛病，一些没有，人必然会有病的，会生病的，但是呢，往往是怎么样？只是看它大小而已。往往怎么样，我们就拿感冒来讲，除非是真的就是怎么样严重的，其实一般的来讲的话，大家自己怎么样好好的怎么样休息，多喝开水，然后做运动，大致上就可以痊愈了啊。所以说怎么样，我们本身的怎么样机体的嘛，自然就会怎么样有愈合的能力啊。所以说依靠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清除病原微生物的能力，是每个人身体内都原本就有的自身完备的调控体系。所以人生病呢，
当药物和治疗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时，更重要的应该靠人体自身的治愈力来战胜疾病。据德国健康期刊报道，研究人员发现人体的治愈力有能力治愈 60%-70% 的身体不舒服和疾病。然而医疗科技文明呢，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人类的治愈力也自然的怎么样，不断在接受挑战。若一不小心呢，就会受到怎么样致命的侵袭而危害生命。所以说我们治愈的能力，你看高达 60%-70%。事实上我们怎么样，空气中充满了不干净的东西，病毒。但是呢我们怎么样，皮肤就可以怎么样抵挡它。所以说市场外环境怎么样，尤其是现在科技发达，人与人怎么样接触越来越频繁了。而且怎么样，化学呢这些药品啊用的越来越多，所以空气中基本上都已经并不是很干净的。所以说我们如何自处发挥我们人类治愈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小心谨慎的维护我们的怎么样健康。因此如何维护以提升治愈力的身体自然机能及逢节化节，甚至在自然律的行解过程中，浩劫降临就不是人类自身可以避劫的了。那就要靠外在的锻炼与造命论，而本教的救驾急症法门即在此浩劫中，就是自救救人的不二法门。简单的讲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要维护跟提升我们的治愈力，能够逢节化解。但是问题说外环境实在是怎么样，太超过了我们的治愈能力的时候，怎么样，那就要怎么样，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自身的一个怎么样健康的一个体质，也就是怎么样，如何去锻炼，如何去怎么样能够创造我们的新的生命，这就是所谓的救劫急遁法门。首先来解释救劫急遁法门之急遁。由于天上的气运已经进入行劫的阶段，事实上行劫已经很早就开始了，从我们中国918民国20年918沈阳事变开始，全面的行劫已经开始。时间急迫，将要应劫的人以及其他生灵不计其数，其中部分应劫之猿人，天上还要怎么想办法加以抢救啊？只要能与地窖真正猿人同样按照天上的规定执修昊天心法，皆可以怎么样予以特别的机缘呢？我们这里看看，事实上行劫早就开始了，这个劫所谓三行木劫已经开始了。所以时间急迫，将要应劫的人以及其他生灵不计其数。应劫是什么？在这个劫运中可能会牺牲，可能怎么样就能够就这样
啊，受了伤害，在以及牺牲以及受到伤害的这些人跟啊所谓的生灵，生灵包含了怎么样？动植物，生灵呢？其中部分应届之猿人和天上还要怎么样想办法抢救？但是这些应届的人呢，有的是真的怎么样？上帝认为说他是上帝的猿人呢，需要抢救，或者是有用的人，还是要抢救他，要救他。这就是所谓的救劫了，一个是行劫，一个是救劫。只要能与地窖真正猿人同样按照天上的规定持修昊天心法，就可以授予特别的机缘。简单的讲，就是说今天各位有幸进入我们啊上帝的大门天地教，大家知道师尊真是高明了。当初师尊哀求上帝将上帝在创造宇宙的同时，他的教化就显现了。那时候他的教化的啊用什么代什么名称代表呢？就是用现在的啊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讲，就是天地教。所以说师尊那时候要求上帝将原来的啊天地教在台湾复兴，那上帝就说好啊，那你来做教主。师尊那时候啊一听痛哭流涕啊，而且怎么样他说我这样微小的人，我怎么有这个能力，我怎么有这个德性能够担当上帝你的天地教的教主呢？所以说啊师尊不肯，上帝认为说你可以了，这样的僵持不下，最后啊上帝说好了好了，这样的话，那你就是我上帝特别派在人间的使者，就是上帝的首席使者啊。所以说我们师尊啊，我们像啊我们天地教的最高领导者在人间的就是首席使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使者，什么使者？救劫使者。这是怎么样？领导人他是首席啊，这样的教主呢是上帝哦，这样子怎么样？哎，天地教在人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啊，你教主也不能撇得很干净啊，跟你没关系啊，不是啊，你是教主哦。啊，哎，师尊高明啊。所以说现在啊，师尊曾经讲过，因为天地教在台湾复兴，所以说台湾是天地教的根本根据地。台湾可以说在就算是第三期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仍然是一方净土，世外桃源，听到了吗？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因为我们现在因为也师尊的要求恳求，在精确以及无甚圣功有所谓的保台方案。现在我们回向文有没有？第四个回向文贯彻保台方案。保台方案是什么？
保台湾绝对安全，不受战争的威胁。精确，上帝的精确跟无神圣魔啊，圣公都有保台方案。你上帝要好好要负责哦，这是你的教哦。哦，这师尊你看多厉害。虽然是这样子，怎么样？同分还是要奋斗啦。我们同分在人间不断的奋斗干什么？送告，加强无形的怎么样运化的能量。我们送告就是怎么样一股能量，组成怎么样产生一股能量产生的。每送一场告就产生股能量，就这能量，然后怎么样上帝去运用。要有能量，最好要有汽油啊！汽车要开要有汽油啊，否则怎么样？上帝也无奈啊。所以说怎么样？这就是无形硬化有形，有形配合无形。天地教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无形跟有形的互相的一个配合。哦。哎，怎么不见了？那个袁崇来了吗？好，有了。好。我们同分要进入我们天地教，参加正宗静坐啊，只修昊天心法就可以授予特别的机缘。修炼究竟极正法门，首先要念梵体元神，元神就是梵林，梵。好，就是要念梵体元神，元神就是梵灵，凡夫俗子的灵魂。就是觉得法门要念什么呀？梵体元神。梵体元神是什么？梵体就是我们的身体电子体，元神就是怎么样我们的灵魂啊，我们的灵魂。梵体元神就是我们啊，每一个人，我们后天的肉体跟我们的灵魂，凡夫灵就是凡夫俗子的灵魂，此与天上的元灵相对应，有别于佛家中师神及一般人所称的阴神，主要在加强锻炼命功。好了，天上的元灵相对应，其实我们。同分只要啊，现在最近这几个礼拜好像是在四道明，对不对啊？你们试完了道明之后，然后就把你们的道明存光定，无形中就会查你们的元灵从哪里来的啊，然后怎么样元灵合体啊，跟你们元灵合体，你们无形中的元灵，至于元灵是怎么一回事啊，另外会安排一堂课来讲啊，我这里我就不再多说了。元灵就是我们天上的无形的一个另外一个修持成功的一个灵，跟我们是相对，也是怎么样，等于是也可以说是他是好兄弟，也可以说是怎么样我们的分灵啊，我们的分身这样子啊，然后怎么样跟我们配合，跟大家配合，在人间奋斗，他在无形中奋斗，你在有形中人间奋斗，
简单讲，你在人间不断的奋斗努力，他也会在无形中跟你一样的奋斗努力。相反的，你结训之后就不奋斗了，也不来听你叫了，他就回去了，他不理你的。有别于四神，四神是什么？就是没有经过锻炼的那个啊灵魂，即一般的阴神。往往四神跟阴神怎么样？有的时候会无意识的怎么样？好像在睡觉的时候出窍了，有很多啊，有些人对不对？啊，也可以说是这些四神阴神会受到怎么样后天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主要是要锻炼命功，就是主要在加强命功的锻炼，也加强我们灵魂的自主力。好，下面注意哈，等一下我先讲，等一下我会带大家念啊，也就是传大家念元神的方式啊，传大家念元神的方式。然后从下啊晚上怎样的那个啊有座开始，你们就开始念这个元神加这一项，在这静坐的一个项目里面过程里面加一项。念元神之步骤为分为一，静坐时默念口诀后，恪守印前，用鼻吸气送入丹田，吸气要慢匀深。我先把念元神的这一个啊，他在什么阶段做，在你静坐的过程中，收腿，板脚之后收腿，然后双手放在膝盖上，念口诀。昊天复身神咒，化身莲花记传了没有？还没传上。还没有哈，好，我先放在这里哈，先写在这里。
反脚。反脚之后收腿，两手放在膝盖上，开始念口诀，默念口诀。昊天护身神咒，金蝉诀，金光局。好，马上就开始啊！从等一下有咒开始念元神，然后叩首印，舌尖为舔上颚。眼睛半睁半闭或者全闭，默愿口气，默愿主气。假如这两个都已经传了，那么就加这两个，一二三四五，有吗？传了化身灵王记，就在金光局后面化身灵王记，然后上天地，也就是这个口诀念完了之后念元神。哦，好，静坐时默念口诀后，默念口诀后，对不对？口诀念啊，默念口诀后，叩首印前，啊，你看叩首印前，默念口诀后，叩首印前，啊，用鼻子啊，用鼻子啊，不是嘴巴哦，通通是鼻子，吸气、吐气，通通是鼻子。用鼻吸气送入丹田，丹田在哪里？不是在胸部，是肚脐下面一点点，小腹部，小腹部。这是胸部，这是胸部，肚子下面是小腹部。送入丹田小腹部，这个气吸的啊，这个气用鼻子吸气，到一直怎么样到这里，下面。我们一般的肺部的呼吸是啊，肺部在胸部。在这个胸部，在肚脐上面，我们要把它怎么样？把它引到下面丹田哦。吸气要慢，吸的时候怎么样？慢慢慢慢的，不要快，要匀，不是一下子粗，一下子急。要匀就是很平均，吸的时候很平均。要深，深就是到丹田就深，肺部什么呀？就是在胸部就浅，然后怎么样？气在丹田温养一会儿，哦，我吸了，吸气，吸啊，鼻子吸啊，鼻子吸到这个小腹部丹田，吸了之后到丹田的时候，稍微的停一会儿，暂停，所谓的暂停就是什么呀？停止呼吸，让这个刚才吸的这一股气在这个丹田温养一会儿，让气在丹田温养一会儿，用鼻啊，一会儿之后怎么样？同样的，用鼻吐气，把这个气吐出去。
用鼻吐呼气，并以意念，在用鼻吐气的时候，用你的意念将这一股这个气同时怎么样贯穿膝盖到你的脚底心 脚心，就是涌泉穴，将丹田未养之气慢慢从丹田而下，分别贯穿双膝，贯穿双膝，从脚底涌泉穴而出，懂了？好，再来，再的，我再讲一次啊。我们再来看啊，静坐时默念口诀后，默念口诀后，口诀后，叩首印前，叩首印前。用鼻吸气送入丹田，用鼻慢慢的吸气，要怎么样圆，要慢，要深，在这里，在这个时候事实上怎么样，你的心情心境，我们的心境是什么？心境要平和，要能够和，心平气和，要能够心平气和，要能够心平气和，你才能够怎么样做了慢、圆、深。不要急，而要把心放下，这就所谓的啊。一开始师尊告诉我们，静坐的时候要一切放下，放下一切，一切不想，不想一切。这个时候念完了口诀之后，要非常的心非常的静，然后开始念元神，用鼻子吸气，吸，这个小腹部怎么样，当你吸气的时候，小腹部怎么样微微的凸出来啊，不然的话你可以按着这个啊，吸的时候它会微凸，吸的时候就会微凸，微凸，但是呢你不要让它凸到怎么样很紧，微微的凸就好了，很紧的话到时候你气没办法喘，微微的啊吸，哎，小腹部就微微的凸起来，好，暂停一会啊，就暂停停一会啊，就停止呼吸一会啊，这又到了次，停多久呢？停一分钟、两分钟、一秒钟、两秒钟、五秒钟、十秒钟，没有规定，看你自己，你觉得就说哎，我差不多了，再停下去的话我没办法呼吸了，也就是说你自己看你的状况，实际上你停一秒钟都没关系，停一秒钟、五秒钟、十秒钟都没有关系，停了就说哎，你觉得差不多了，吐，也从鼻子这样吐出去，鼻子吐出去是怎么样，小腹部就会收，就会啊，自然而然的怎么样，稍微缩了，啊，吐的时候就会缩了，啊，吐了怎么样就会收，啊，啊，就会缩了。
好，用鼻吐呼气，当你用鼻子吐气同时就是吐嘴巴啊，鼻子在吐，鼻子把这气吐出去，用你的意念同时将这一股气分别贯穿两脚啊，两腿的膝盖到涌泉穴脚底心出去。在这里面有个问题，往往怎么样，我们的意念不能够同时两条腿都同时出去，那么怎么办呢？那看你自己，你先从右腿或者先从左腿都没关系，但是呢原则上是两条腿同时。等到你那怎么样功夫深了，你练过两年三年啊，十年八年，哎，我都很熟了，到时候自然而然怎么样，你就 很自然的从两条腿膝盖同时出去了。刚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难啊，但是你就说啊，从一条腿啊打两条腿，哪一只腿都没有关系，但是怎么样，就是要用啊，有这个意念把这个气怎么样啊，从膝盖到涌泉穴出去。简单的讲就是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双两条腿怎么样能够气能够啊贯通。好，如是做法连续三五七九遍，依身体状况而定，少则三遍。所谓的身体状况而定是怎么样，因为有些人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他做这个呼吸的时候比较会有时候会啊气没办法那么顺畅，那身体好的话就比较顺畅。所谓的一遍是怎么样，吸停吐一遍，吸停吐一遍，哦，你又停下来了一遍。那么三遍是什么？好，看啊，吸停吐，吸停吐，吸停吐，这样连续，不是说吸停吐。哦，好累啊，喘一下。那这是一遍啊，其实连续啊，一三五七九，只要你怎么样，慢慢的每一座都好好的去念，日积啊，日积月累啊，自然而然就熟悉了。好好看有没有问题。好，坐正了，我来啊带大家念一遍。双手是啊，仍然是放在膝盖上的，吸停吐，吐的时候用意念
从丹田到膝盖到涌泉穴，吸停，吐，吸停，因为我坐在椅子上，我就用先天坐啊。吸停，吐，这次一遍。好，我们现在开始连续。吸停，吐，吸停，吐，吸停，吐。三遍，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能念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念也没关系。等到你熟悉了，那个连续一遍一遍连续三次就是三遍，一三五七九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可能这个要一段时间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训练。好，没有关系。你们从 请问一下。好，请说。如姬，请问一下。请说。可以用逆呼吸法吗？逆腹式呼吸。刚刚是讲正的，逆的可以吗？这个不是逆式呼吸。它是顺呼吸，它是顺呼吸，不是逆式呼吸。逆式呼吸，你吸气刚好肚子是收的，那是叫逆式呼吸。我们现在是顺呼吸，所以顺呼吸就是说，你吸的时候肚子是微凸的，微凸的，好吧？谢谢。可以。我们明天还有一堂课，到时候我们你先练这一座，明天早上还有那个卯座先练以后我们还有那个建筑问答还可以我们再提出来。也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跟大家要传这样的一个念人神，好，注意事项，如果身体状况不佳，当你念的时候感觉不舒服就不要念。如果有三高高血压了，糖尿病的血脂肪太高了知道吗？也就是说你念的时候你的怎么样，好像觉得有点不太舒服，那就不要念了念元神的方式与深呼吸相同，这是锻炼元神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需得助于先天之气，
羚羊正气主气加有温阳，还有元灵来相助。也就是说，我们念元神的时候，怎么样？就是一种深呼吸。你看到，我们是深呼吸啊。深呼吸，而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各位现在坐在这边，当然也有呼吸，呼吸是怎么样？随时随地的，24小时的，分分秒秒的，那是怎么样？浅的啊，那是怎么样？浅呼吸，不是深的啊。浅呼吸是什么？胸部啊，胸部啊，一个深怎么样，一个浅。所以说在这里面，深呼吸就是深呼吸的一种啊，传统大家深呼吸啊，不是浅的。不是潜伏期的啊，注意一下。新冠肺炎疫情2019年末与中国大陆发生啊，武汉市首次被发现。2020年起啊，疫情陆续蔓延至世界各国。逐渐变成怎么样一场全球性的大瘟疫，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流行病之一。此疫情已导致全球社会严重的失去，并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次新冠疫情肆虐全人类，视之为仅次于核战浩劫的灾难，绝不为过。因为全人类无一国家无一人能幸免，尤其是怎么样心灵的创伤。新冠疫情又称为怎么样新冠肺炎疫情，万一不幸确诊，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样？呼吸器官受到侵害，轻则发烧、干咳、倦怠、呼吸急促，严重者怎么样？会缺氧，需住院并带氧气筒及氧气治疗。而正中静坐统称为号灯心法，但又可成为就解决定法门。虽然就解决定法门是在阐述如何念风铃，然而其念元神之方法即是深呼吸，也就是怎么样加强心肺之功能，以补肺部浅呼吸之不足。看这就重啊，这很重要，这个是重点了。念元神之方法即是深呼吸，也就是怎么样在加强心肺之功能，以补肺部浅呼吸之不足。而怎么样新冠疫情怎么样最主要的怎么样侵袭我们的肺部，所以说一旦确诊的马上怎么样你就呼吸就很困难了，对不对？很急促了，马上怎么样就送医院带氧气筒了。而我们的深呼吸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在我们的深呼吸到丹田，加强我们丹田的一个气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啊，能够充足。等到一旦我们肺部受到侵袭的时候，马上怎么样我们丹田的这个气就可以补充我们的肺部，这样的话怎么样就能够完全的对症吧。这个现在的新冠疫情怎么样，不敢讲百分之百，至少怎么样一半以上嘛，有它的怎么样抵抗力跟我们怎么样免疫力。
也就是说加强我们心肺的功能。这就是针对怎么样，深呼吸就是针对什么新冠疫情而设计的，而怎么样锻炼心啊，这个心法。你看师尊在二十几年前就传给我们了。所以说各位好好的念，不要认为说也许怎么样快三年了，叫年底就过去了。我看啊，就算过去了，它只是变成流感，不是完全没有了。什么叫流感呢？就是我们把它视为什么感冒，而且啊，他们学术界也讲，全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的。为什么？很简单嘛，他把它视为感冒的时候，请问在座的有没有说从来没有得感冒的？没有吧？你这一生一定有得过感冒吧？是不是？而且有的时候一年还要得好几次了。同样的，变成流感的时候，你绝对会啊得到，而怎么样，就会影响了我们的肺部。所以各位，好好的跟我念这个元神，绝对对大家有帮助了。啊，这个心法。啊，所以说。我们既然花这个时间，而且每天啊每一周在做，而且怎么样，它只是一个过程，在这里面啊不会花很多的时间。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就结绝症法门的一个殊胜的地方。加强心肺之功能，以补肺部浅呼吸之不足。所谓救解绝对法门之救解，应该是在浩劫之中的自救与救人。绝对人是啊，为立即有效。换句话说，正中静坐是浩劫心法，在浩劫来临时是立即有效而可以自救与救人的法门。各位，救解绝对法门。是怎么样，在浩劫来临时立即有效可以自救救人的法门啊！我在一开始也就讲了，其实我们静坐本来就是怎么样，已经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强化我们的健康了。而我们今天就学到了这个念元神方式，更是怎么样针对这样的一个病毒。各位同分，现在的世界整个的环境整个的局势，以后就算是这个疫情新冠疫情过去了，以后会有不断不知道什么病毒还会有。我好像也讲过了，像现在我们一般人完全处于被动的地步，处于挨打的地步，新冠一来了，像就因为来，我们束手无策啊，完全超支在无形啊。今天我们有一个念元神怎么样，超支在我，我有自愈能力的，我只要好好锻炼，我自然怎么样掌握住我的健康。各位，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怎么样超支在人，我完全怎么样被人家控制了啊，感到很无奈。现在我们怎么样有这个这样殊胜的法门，我们有自主能力，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锻炼，每一座认真的去念，而且平常的时候你也可以怎么样用深呼吸的方式好好的啊这样念，对大家绝对有100%的帮助的。好，下课，全体学员请起立。
恭向书记行一鞠躬礼，鞠躬。谢谢大家，谢谢。全体学员请坐下，请川道袍那个，请理让那个。